没有什么。因为他们要买票交点油，交点油，那油也不好吃。他不管啊，他我都没敢说。这么久啥呢？还有80块钱，八十块钱。哦，你就拿换一锅吃。三分之一面粉。三分之一面粉，三分之二什么粉？剩粉。三分之一面粉，三分之二淀粉。然后去泡打粉。苏打粉一点点的。泡的。苏打粉就是全苏打了。大概这么多的泡打粉。泡打粉。半勺。半勺。辣椒里面苏打粉。一点点。有啊。又是泡打粉，又是人家那个石粉，口水粉的嘞，吓死了，没办法。放多了。再加点粉。调的时候那个一进去，那个加翻小泡泡。慢慢加。你干嘛？泡打粉是小不打。现在是怎么泡打粉水桶？现在啊。不用鸡蛋，不用鸡蛋。老师，那个泡打粉是什么呢？是小苏打粉？不是的，就是泡打粉。你要我下去给你。他在吃那个糊蓬松。哦。馒头包子里也有呀，馒头包子就炸得很大。哦，对对。就一点点面，面团炸得很大。哦，谢谢。好，就是过期了，我家的。这边吃买那种无铝的，我买这是个做油条。咱们这儿生产。这种油铝不大好。就买无铝的对吧？无铝化的。油温要五成。五成。油温呀。油温五成。现在你看油温有点滚动。咋了？油温有点滚动了，看到吧？啊，起泡了啊，在动了。五成油温。等会你们做的时候要注意。你不都可能一起做的对吧？嗯。放不够，你等会你那个面粉、生粉、水调好了，你要等会，您现在没哦，那个效率就会发掉了。哦。这个啤酒倒出来，沫没了，就是这，不是下泡了。哦，那就是在。等你开始准备炸出再放泡打粉就可以了，对吧？砂锅时候呢，这样往前溜一下，这炸出来是直的。
凉一凉更脆，然后这抖一抖，完了小尾巴就抖掉了。边上那个边边这个小尾巴，哦，翘掉就没了。就这样抖一下，整齐，就好看，就好看了。复的时候油温也高一点。高温就六七成。哦。椒盐。椒盐、盐、麻油，穿上鱼就可以了。你不放这个也可以。好多店里是有点放洋葱粒、青葱姜粒的也有。考试就要这样配。考试就是这样放、哦、啊，考试就要求这样。盘子也别装错了，从这个盘。里面水吗？擦过了，不是擦干净的。就好了，这样炒的很软，这样很软不好看，好，可以了。
油稍微煎一下，然后放原料。啊，这个也是椒盐，再放。啊，也要放麻油。好，出锅。这个好看，这个好吃呀，有洋葱味道。